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城市夜》。今天打钓条大鱼，姐夫喜欢吃鱼，带来姐姐家蹭饭。姐姐，姐姐，开门。你看，大鱼。姐姐打刀子啊，给你们吃。不管你个吧。是呢。就你一个人来这个热闹会口了，毛毛上下午待在家那会给他们补补身体。大生意是要人呀，我哪给他补补？就差你在那会给他们吃了，我们要吃自己会买呢。就是神仙，我先上次过来，我再打电话跟小曼说了，等会他会带毛毛他们一起过来呢。没去摘嘛，再回去摘。来。先跑几场再干给你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姐姐再放点水给你看，哥。这条鸭子是个。我尝尝哪条鸡蛋，哪熟了吃。要看能不能。对。拿菜吗？拿个瓶子吗？今天给张小表接我。张表姐。毛毛醒啦！毛毛醒，要给你们下碗八仙吃。啊！好了，找我保护你。哪么多小鬼？